呢只啦，依有啲潛力咁啊！呢個咧就係中國船舶咧就租任啊，咁見到咧個潛力所在咧，就係咧佢其實咧就走勢上咧係出現咧一個頭肩底嘅狀況啊！咁頭肩底點畫咧？咁畫啦，肩頭肩穿咗添㗎，穿咗就拱上穿埋呢個添㗎啊！只不過咧，佢穿得嚟咧，佢跟住咧就嘗試一個高呢啲啊呢個前浪頂啊，用周線圖先睇到噶。上次前浪頂阻力咧，一個四毫一啊，咁呢位啦啊，一個四毫一都係啊，嘗試咧呢個前浪頂嘅阻力咧有啲回吐，今日咧就過一個三毫八線有啲回吐，咁所以短線咧有機會先行回吐先嘅。但系咧，如果回吐翻去咧，頭先畫咗個條線啦，即係個頭肩底嘅頸線咧，就可以咧就投機性啦，就吸納下噶嚇。咁啊，搏佢咧就投完成一個回試後收，再次向上走啦。因為呢個頭肩底咧嗰個量度升幅咧都唔錯噶，都有譬如照量照度咧係都有幾毫子噶嚇，三毫子到噶嚇，呢度度上去有機會咧就破上去噶。如果回翻落嚟，呢個大概咧。呢、这個回翻咩位咧？有可能回翻去一個一毫領啦嚇，一個一毫八到啦。呢啲位如果咧就回翻去，有機會咧就可以咧就投機性咧吸納咧就搏佢咧回試完再上啊，到時咧就可以再衝高啲啦嚇。